大家好，我是言承旭，一个字写下我的2022心愿，那就是高。不是代表点心的高，而是国人赋予了很多美好记忆的高。希望新的一年小朋友们能长高，大朋友们职位升高。你的新年心愿是什么？12月31日晚上黄金时间，启航2022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跨年晚会，敬请期待。